石家庄功夫今天踢广西。不光是我吃了一惊，其实我跟我这哥们儿呢，我们都觉得这场比赛应该是在这个周末周六来踢的。出门晚了，我买到的高铁票是6:20从我们这儿去石家庄的，等我到了石家庄应该是不到7的样子，再从石家庄站去到玉桐，我估摸着我大概率应该能够赶上开场哨，但是无所谓，石家庄功夫的比赛我们看补时就可以了。又坐上了这个小公交，一共9座。到了请后下车。要吐槽一下这个公交站点的设定，刚刚改的。我上一次去看球，公交还可以停在这个东站的旁边，但是现在停在了东站这个广场的对面，而且很奇怪，广场上怎么没有一个人呢？人都去哪儿了呢？请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。距离开球还有10分钟，我刚刚出站，希望门口卖现场的散票没有提前收摊，要不然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进场看球了。买到球票了，现在检票入场。今天买了一张接近于北看台的一个看台。操作非常的极限呀，7:20的时候我才从地铁站出来，还好地铁站就在球场的外面。我刚刚进到这个看台的时候呢，有一位老哥在向主教练周德英喊话，我没有听清楚他喊了什么，大概内容是有其他球迷喊了你下课，但是我们石家庄的球迷支持你。我所在这个看台呢，正好是正对着球门，现在来发角球的应该是赵旭日。主队的球迷给大家送上了巨大的嘘声啊！23分钟，石家庄功夫一次空门的机会啊，可惜奥格布没有跑过去。哇，刚刚那个球竟然没有进。
前面的这个看台应该是有球迷结婚，所以在撒喜糖。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，到场人数8000多人，我觉得这个上座率还是超出我的预期的。本场比赛的不需有多长时间，石家庄功夫队的比赛4分钟，石家庄功夫队的比赛我们只看伤停补时就可以了。赛后的冲突我是没有兴趣看的，我要赶地铁去了。在距离开车还有不到15分钟，终于是来到了石家庄站，我可以赶上这趟车回家了。一场两个球队都不太想赢的比赛，最终0-0结束了。好的，拜拜省城，我们杭州再见。